3950，你跟进去看房子了？不去了，上家具店溜溜。你回来做饭有孩子怕回来晚吗？啊，哎，金姐到门口了，不行，一看时间来不及了，不去了。他去那皮特堡，来回怎么也得4-5个小时。这是猴哥来看，这好像卖家具最贵的地方，但是家具质量确实好，要范儿的。啊，这块还有，这没戴口罩，别给了，别开门了，现在。这离咱家不远，这个地方是吗？生气，一出来吧就穿不点衣服，冻得嘚嘚瑟。完我怕冷，我穿棉袄。坐车里头就是这两个极端，就是他就打空调往死打，开挺热。我穿棉袄，穿的厚就热。你说不开空调吧，他穿的少还冷。你说啥？你说。大连买手机就搁那屋买的，真是。这里头有个老太太，咱上那屋溜溜不好吗？去呗，溜达呗，哪都溜达呗。那家具店那儿呢？那就是卖手机的，我觉得是在那儿，我想家姓找不着。干啥呢？这是那家姓那边的。这有个排，这个店有意思，你看那么多人排队呢，这里头，看。这点挺好。门口排队呢，屋里头卖一些家具，还有布料啥的。对，这都是现场的。那么多人排队，咱也别去了。啊、哦，这是礼拜天呢。家具店就卖实木家具的，前面这个戴着口罩。这个店里好看，但是现在这么多人排队，啊，还是不去吧。这店里卖布料啊，卖一些家居用品、艺术品。我到这里头怎么没找不着这手机？手机在这屋，这屋里啊，卖手机的啊，你搁那怎么也找不着这店？为什么不找？就那屋这是。这个地方离咱家不远，在皮克林。啊，开了那屋的店。开了呢，这店。这个家具店很好的，这个家具，猴哥从来北美最好的一次家具是这屋，但我看这家确实好，但是贵呀，都实木的。野猪班有打折了，这个广场不小呢，这是在皮克林，在我们家东边10几公里吧。这个下午没跟金姐上小镇，上小镇时间长，怕回不来做饭。猴哥说的也不在家，他也待不住，要不龙火。我说那咱俩就走吧，上这家具店看看。啊 ，Boxing Week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动物啊？1345。一套吧。嗯。带四把凳子。哦。这1000多这么贵。椅子单独一把310。不是吧？好像一个桌子吧。光一个桌子。1245。
这多少钱？这个东西997一种装。这个小凳。这凳427，这凳质量确实。这摸子这，摸子溜光溜光的哈。下边那多少钱？那个更贵，那个是625。这都是枫树，这是枫树的。这小桌子998。这都没加税呢，加一。哎呀，1176。这个东西就是有点不好看，有点类似那啥的。895。我问他了，他说照相可以。你看这三个凳子555，你看这凳子多，这都枫树的。质量多好，这灯，这都是枫树的，好木头都是。啊、这个沙发咱俩以前来的地方。咱俩买点这个家具放着多好，买一套新的，一用10年20年的。这一个茶几1000块钱，这个茶几。喝出一把钱买一套，一用多少年？这沙发也挺舒服哈。这沙发头5年就有，都没还没卖出。有可能这样不是样子，就是这种样式，多少年都有。哦、太漂亮。三色那个。不过这东西真值，质量确实好。这东西质量是这样的。这一个小圆桌215。这圆桌。小凳子150一个。这是纯实木的哈，纯实木家具。这个里家具纯实木的，这质量可好了，在多伦多里头也算是高档家具店了。啊？我能买床替和这床买的。行，你说买啥我都支持。真掏钱的时候就不舍不得了，就不买了。哦，依我就全换一遍吧，破烂东西全换一遍，喝出一把钱来，用这个家具能用10年20年。你看这柜子都多漂亮，这个买这个，这个里头你就文件啥放底下它有门儿，那个都在外头漏的又乱蓬蓬的。你就说你说1000块钱我啥也不要，我心思啥也不要，开始干现在就拉吧。这三块板看。中间还有一个，这个是啥？这个827。这个是实木的，这个梳妆台3062，没加税的。这桌这一套4580。你看这不是这样吗？你看这门没有？这样。看，这花纹。
这是麦粒盒，哎，好，这玩意儿完了，吓死我！刚才他拿吓我了，把我手一手呢，给我吓胳膊好疼。刚才就在这溜达了。对，这小店家具真好，这家具。